臀部原始点的新发现及按推示范。那我们现在来介绍臀部原始点跟过去的臀部原始点、有一些变化。那第一个就是早期我们的臀部原始点就是 V 字形、还有荐椎、最重要是出现在荐椎出问题，因为荐椎本来是管臀部、臀部中间以下的、这一段是由荐椎来管。那发现上面这里也很多人痛，荐椎解决不了，而且荐椎对这里的效果也有限，所以我这几年已经很少用到荐椎了。那来这一次来美国，陈经理、推荐的，他自己长期在按推的时候，他发现这一条胯骨上沿整条到侧面这一条，它竟然可以管理到臀横纹以上到这里腰椎下来这一片，甚至连腰椎附近按这里都会有效。所以简单的讲，荐椎已经被这个新发现、所取代掉。那原来的还是属臀部原始点，V 字形管理哪里呢？管理臀横纹以下到这里一样，那这样就变成一个完整的臀部原始点。那这里臀部原始点还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V 字形从这里再延伸到侧面，等于最高的一点也是到侧面来。 这一条、这一条新增跟这一条它是对称点，对称的，长度也差不多，都挪到侧面。我们来介绍臀部上沿的按推方法。那臀部按推我们早前有说过，可以用手肘，我们之前是这样按推，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容易碰到骨头，然后患者反应也比较不舒服，所以我们现在改成掌心向上，也就工具一样用手肘，但掌心向上这样按推方法患者的反应就会比较好。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臀部上沿的按推方法。按推首先要知道工具的使用，那我们的工具是手肘，掌心向上。第一个，它第一点是在侧面，好，我们可以叫它腿伸展，拉上来，然后它是在胯骨上沿，好，侧面这里，好，就在骨头上沿，然后这里的交界处，再往前就软软的肚皮，肯定是错的。好，那我们在骨头上沿，那我们的工具以掌心向上，用手肘的方法，然后来回，好，这是第一点。好，第二点一样。好，到第三点勉强还可以这样按，如果到第三点事实上也可以让他腿下来，其实这一点已经可以按得到，好，所以这样力量就能进去了。好，到越靠近脊椎，这个就越明确。那同侧也是一样。好，好，那这里两骨头，好，那上沿骨头的上沿就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掌心向上。第一点，第二点，好，这里侧面都按完了，到第三点我们就可以，第三点在这里，好，那我们就照正常这样，一样掌心向上。好，以上是臀部上沿的按推方法。
那我们下沿的按推方法也是一样的。第一个，好，那我们一样髂骨，这里是上沿，那下沿就在下面这个骨头下来这一点。好，那我们一样掌心向下，第二，好，这一点，第三点已经到尽头了，就是等于我们原来臀部原始点 V 字形的第一点。好，这样放下去。好，那这一边也是一样。好，下沿的按推方法。好，那这个骨头的下沿，好，从这里开始，然后一路按到最后这一点，就是我们 V 字形的第一点。好，我们从这里开始，第一点，第二，第三点，第三点就等同于 V 字形的第一点。好，然后 V 字形就照原来的按推方法就可以了。原始点位置及其涵盖范围示意图。臀部原始点位置，其位置是以髂骨的上下沿分为两部分。上臀部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黄线所示，从身体侧面的髂骨上沿一直向内延伸至脊椎旁，此路径即为上臀部原始点位置，涵盖范围髂骨上沿以下的腰部、臀部及其前方小腹，由承脐正提供。下臀部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黄线所示，从身体侧面的髂骨下沿一直向内延伸至顶到骨头为止，在将此骨旁作为上端点，下端点位于尾骨旁。此髂骨下沿及两端点紧贴骨旁的连接路径即为下臀部原始点位置，涵盖范围从臀横纹及腹骨沟以下至踝关节下沿，小腿肚除外，如图中淡橘色区域所示。